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 Van 啊。咁咧，今次咧一啲个人问题啦，咁我就唔出样啦。但系咧，今日咧就系劳食嘅其中一个大日子啦，就系、是、新嘅副本终于出现啦，就系、是、夜夜卡拉扎。咁就系麦迪文啦，话麦迪文唔见咗，然之后佢堡垒入面嗰啲人就不停咁样样，嗰啲。嘢就擾亂呢班客賓客咁樣啦。咁我哋咧今次咧就嚟試下呢個夜夜卡拉站到底有幾讚？邀請函。咪佢咯。OK， 呢个就系序章啦。序章之后，打赢咗序章咧，会送两张卡俾你嘅。咁打完成个嘢咧，就会有45张卡啦。后面佢捞得有啲问题啦。最得啦，麥迪文，惡魔，哇！召喚一個隨機傳說手下。OK， 呢個麥迪文同另外本身有嗰個麥迪文又唔同樣嘅喎，有啲咩啊？六，命令火，抽三張牌。故事嚟嘅，搞笑啊！喺度，傳説手下，沒有人能阻止震動部落。哇！你可以打開水盒，話咩事？我点解佢冇啦啦有六点噶？系哇哦，顶一顶，跟住之后下场。搞笑哇！有呢把旧嘢嚟噶。用呢个啦，随机手下，哇呢、這个 double， 呢个又 double， 呢个再打，呢个再打。哇哦！合唱團咩料？哇！咁樣樣唔得噶喎！我都中意清咗啲嘢多啲先。OK， 點解可以又抽牌又俾護甲？哦，冚寶。將法師秘密
哇！咁屈機嘅喂，你完蛋啦！做乜嘢？氣球會嚇到魚人。哇！幾好喎，多謝。哇！14點。這個只在本回合有效。這個跟住這個跟住這個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哇，黐線，14點，這個老蛇，老蛇好聲音咩嚟嘅？你激緊佢咁樣，搞笑。反制。OK， 首先，就先清佢場。跟住這個好正喎，嗰啲法師嗰啲技能果然係。得啦，呢個，跟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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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撳埋呢個，咦，贏咗啦！狂黐線佢啲法術傷害加上去勁多，勁癲。魔法烏鴉就是麥迪文變身的樣子，火源之界傳送門 OK， 法師新技，那就會送這兩個了。好啦，我們買了第一個啦。他這個要賣多少錢啊？這條給真錢賣，我要這個卡背就要給真錢賣。哦，不啦，我們打這個，我等儲錢就是為了他。烏鴉敲門，用法師啦，在魔鏡前受肌肉，即係話如果你想呢個卡背咧，就一定要俾真錢買，咁咧就唔啦，特登儲錢去買嘅，咁就算冇，就當冇咗個卡背啦。
三張都唔係一張好嘅起手卡。呢、這個攞嚟打天梯嘅，我呢副牌，所以唔知道到底有冇用。哇！咩料？湯匙係武器嚟噶。麥迪文 cosplay， 我係麥迪文都好嘛。哦，嗱，輸咗就下次先打啦。哇，咩料？哎呀！因為佢有五甲嘅。我打繼續下一回合，佢不斷咁叫盤，Oh my god！做乜嘢？佢啲牌低 cost， 清佢場先。搞錯咩嚟噶？黐線！咩事啊？清完佢場可以仲有一堆出嚟咯。我擁有了。五公里啦，山寨啦，幾好喎、啊！骨頭，哇！咩料啊？滅呢個呢？這個清舉場，我諗我條龍應該會冇嘅啦。居然喎，唔打我條龍喎！哎呀，哎呀，幾好幾好，幾好幾好，跟住呢個。跟住呢個，跟住呢個，係噶，我想試下用呢個，會召啲咩出嚟俾我？
好，唔该晒，多谢晒。系咪可以打只王啊？系嘛，应该可以。系啦，可以。哦，睇会照啲咩出嚟先。哦，是啦，你，拜。第一隻王，呢個係應該盜賊牌啦，係嘛？死亡之星將三件武器放到你手中，係啊，盜賊牌。呢個就係 Warlock 牌。好啦，咁今次就到呢度啦。我哋下次睇你中唔中意睇你睇啲路石嘅嘢啦嚇。中意嘅話，或者我可能每個禮拜咧出一條片咧，係關於玩嗰個禮拜嘅大亂鬥，係啦，好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